干贝搭配奶油香煎，大片乌鱼子用喷枪烤到表面焦香，一桌海鲜大餐令人食指大动。农历春节将近，不少人已经开始置办年货，业者也瞄准年菜商机，推出豪奢小资不同价位的年节礼盒，内容物涵盖海鲜、即食年菜，简单料理就能端出一桌大餐。搭配这样的组合呢，是有一些是可以快速的料理，像是加热就可以了，或是一些比较方便或是百搭性的商品，让大家回去的话在分享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海鲜卖场看准疫情退散，买气上升，春节备货量也跟着增加。今年跟去年以往来比的话，我们跟同期备货量大概都有两倍的部分，以过年跟去年过年跟今年过年的话同期来比较的话，我们的业绩也成长 1.5 倍到两倍左右。在地渔会则推出限量发售的春节澎湃组合，有鱼虾、鲍鱼、干贝，各式海鲜相当抢手。这两个底下，我们备货量今年备货量1600盒，目前已经销售到一半了，目前只剩六七百盒左右。但往年礼盒中必备的白鲳鱼，因今年捕货量减少，价格上涨，已经要价1200元起跳，改用其他鱼类取代。然后今年就是因为白鲳的捕货量特别少，所以这白鲳的价格特别贵，所以我们选用燕条来取代我们白鲳，而且燕条在过年这个时候，因为它比较红色的，它代表有喜气洋洋的意思。春节将近，业者瞄准年货年菜商机，推出各式组合，要抢赚这一波过年财。三立新闻许淑慧彰化报道。